金曲奖今晚将在高雄巨蛋登场，祭出了五大看点，吸引观众眼球，包含53岁国民鼓掌罗时丰手挑大梁担任典礼主持人，大秀身材将是一大亮点。而小 S 与陈美凤等女星争红毯第一美，他们台上的与颁奖人的互动也将是收视率保证。此外，还有歌王歌后的激战，使得港都之夜是充满了亮点。